来应答上帝话。咱做伙要来吟诗歌384，伫黄色的这张顺序单内底，我要唱歌来娱乐，啊，咱遮起立，做伙要来吟。今天咱感谢咱欢迎吼，不由于吼，迄个
张医生医书的学生吼，啊，在咱的中间吼，张医生看到欢迎伊吼，欢迎伊来参加咱的聚会吼。啊，这边嘛看到迄、那个啊，苏青吼，苏青嘛，张医生看到吼，站在咱的中间，啊嘛看到老师吼，后壁面吼，啊，就顺着今仔日要过来吼，吼、啊，老师吼。在咱的中间吼，啊，咱欢迎因参加咱的聚会，啊，特别啊，伫这个所在吼，欢迎因。来，咱来看咱这礼拜的聚会吼，啊，咱啊为着要庆祝北门教会五十二周年吼，五十二周年啊，甲咱教会圣洁公会的这个感恩礼拜，伫十月二三日，十月二三就是啊这个月第四礼拜主日吼。啊，咱去去参啊，北门教会的感恩礼拜，哦，去再去参加北门教感恩礼拜吼、哦。啊，这个感恩礼拜是十点开始啦吼、哦，总是咱的招报无数是报九点半吼、哦。为甚物你知无？因为你若十点去，可能无位啊啦吼。哦，伊就真济人吼、哦，啊，来参加吼、哦，啊，所以咱望下这较早来，啊，咱迄一日咱有要献诗，哦，所以咱。啊，毋茫较早来，啊来遐会当哦，准备心吼，啊来集合吼。啊，礼拜四啊，有伫教会啊，有一个自助餐。啊，咱教会呢有向北门教会啊来订有三十位吼，三十位。啊，所以咱若即马礼拜已经数拢总去吼，啊，还佫有春呐吼，还佫有春，所以呢，哦，大家通啊招咱的厝内的人吼，也是咱的朋友啊，久久无参与。啊，伫咱咧活动诶人，当然邀请来参加吼。啊，当然超过嘛无啥要紧，就是自助餐啦吼。啊，阮就少咱有三十位吼，三十位报名。过来就是迄下晡吼，迄下晡啊，顶礼拜刷上牧师来，啊，牧师甲邀请讲，啊，无就干脆十月二三做一摆处理啦吼，是说庆祝咱教会吼。啊，有一个叫做激励训练活动，要伫即个所在吼。啊，特别嘛邀请毕加教会，毕加教会是一个原住民的教会，哦，原住民的教会，啊，因呢差不多四十人会过来，哦，啊，所以你自己加加的可能吼，佮、哦、其他的教社部的啊，即个教会加加的可能正百个有啦吼、哦，啊，迄中昼咱就无过礼拜啊，哦，咱哩再去感恩礼拜了，迄中昼咱顺序就是活动，啊，迄一日的活动呢吼、哦，所有的预算啊，台北中会。即、这个办，迄、那个教社部吼、哦，要负责来支出吼、哦。啊，每一个人参加的人吼、哦，会通得到一条运动的即、这个即、这个塑，也叫做训练带啦吼。所以说，安尼我唔知，我去看的吼、哦。啊，一条听讲是250块吼、哦，参加的人就会通得到一条吼、哦。啊，所以等于厝吼，会通你会通家己带厝吼，会通运动。啊，赵博士即个物件呢，伊是专门咧教。一寡就是讲啊，长辈老大人吼，或者甚至啊，行动较无方便，坐在椅仔顶嘛会当运动吼。啊，当然咱拢真健康啦吼。啊，不过呢吼，就是讲辛苦了运动一下吼。啊，这个呢，正所以咱啊，就是十月二三呢啊，除了教会诶，这个圣洁堂会以及北门教五十二周年啊，嘛是咱的庆祝的活动之一吼。啊，所以通邀请咱迄一日就变作。咱再去参加啊，这个北门教会感恩礼拜了后啊，会餐了后，咱就过来这个所在吼，下晡咱就这个所在啊来举行这个活动吼啊，所以欢迎大家能邀请朋友啊来参加吼。啊，那有要参加的人，因为呢爱准备啊，这个运动诶，这个激励运动带吼，这个训练带吼啊，所以这个爱报名吼，啊无报名到时恐惊人若足侪吼，我说。分无够啦吼，啊所以吼，甲啊郭志书吼，杜月笙啊，顾大哥改报名吼，为着要推动现代第二汉这个第二本汉罗贯塔这个运动呢，啊咱今日开始礼拜三，咱接续着这个读经圣经的活动，啊今仔日呢，咱要读的圣经是马可福音开始吼，咱来读马可福音吼，啊从第一章开始吼。啊，一礼拜读一章，啊，大家做伙读啦吼，做伙读安尼，到尾啊吼，牧师若排安排咱若读圣经，大家拢会当上台起来读吼，吼、哦，啊，无话人讲，啊，牧师我这吼、個、为这
这罗马啊话汉字吼，读无吼，读无其实吼，咱也了解，其实内底的字吼，啊，咱拢是现代的本吼，拢上新的，啊，这经过真侪这个退休的牧师甲啊是那教授吼，啊因呢啊来翻译吼，啊照原文啊去照过去有真侪版本，啊所以这是上界新的，啊用咱现代好诶上正确。上正确的台语吼，啊，所以啊，欢迎大家参加吼。唔知还佫有剩几本？哦，拢摕了还呢？摕了吗？哦，无半本啦吼，无半本啦，无要紧吼。啊，需要的人佫再登记啦吼，无需要再来教会公布下体吼，因为我今一本摕伤济吼，摕回来咱无迄落吼，啊，所以啊，需要人会当佫摕吼。后来啊，咱为着绩效的方便呢，啊，今后一个礼拜后的地点准备。咱无搁再记这个方面的经验甲支出，所以明年度若有要参加这个暑工的兄弟，吼、哦、啊，希望会当向牧师娘，还是向校长老，吼、哦、来报名来登记，吼、哦，就是讲啊，咱礼拜后拢有地点，吼、哦、啊，兄弟，大家来讲啊，我想要参与，吼、哦、啊，你家己准备啦，吼、哦，啊，咱会记以这个暑工吼来参与，吼、哦，啊，这个咱过去咱有教会有补助，总是。大家拢无退啦，拢阁奉献回来吼，啊，所以变做迄条小，煞变做足歹计小的吼，啊，还阁摕即个收钱吼，所以尾啊，中执会决定讲，安尼咱干脆吼，卖记啦，干呐记讲伊奉献安尼就好啊吼，卖记数额，因为你记数额咧到底吼，啊，即、這个因为即摆中会吼，中会会计制度检查非常严，啊，你有支出吼，啊，伊就要甲你讲，啊，你收记伫底，吼，啊，收记啊，咱话要地点嘛，无咧摕收记啦吼。为家己准备吼，啊，所以呢吼，啊，中执会做这款的决定，就是讲，啊，唔忙吼，计销的人会当较方便吼。啊，咱顶礼拜开始，咱有拜托啊，毕小姐吼，做咱的出纳吼，伊开始啊来整理咱的销办吼，来配合协助啊，地方市场了吼。十月初三到初五，南部五中会举办台湾主管意识研讨会，啊，因为要请牧师吼，特别伫闭会礼拜。啊，来主持这个闭会的礼拜讲道吼，啊，万下是大道啊，无是可能拜二早起，我就会落去屏东吼，落去屏东，我甲牧师开车落去吼，啊，拜三吼，啊，然后到拜四吼，拜四我才会转来到台北吼，所以二三四四三天的中间啊，伫南部吼，啊，大家啊，伫几多中间三天大道，教社委员定于十月十七到十八。要伫屏东哪边教会举行扩大委员会参详明年教社委员会重要事工计划啊，希望大家关心啊，这个牧师委员来去主持这个会议吼啊，这顶礼拜报告会总是予大家委员继续啊关心。天主教公益和平环保小组举办将之邀个为爱而走的活动，十月十五拜六吼啊，这个时间咱大家记的吼啊，希望。集合地点是圣母无原罪主教堂，永兴西路245号，啊，行到台北火车站吼，差不多两公里，哦，啊，嘛能教会啊，较侪人，啊，牧师爱负责去礼拜聚会礼拜吼，啊，嘛咱来关心。台岛事项哦，咱继续为台湾的转型正义台岛，啊，为着台湾公益和平的社会，啊，配合呢，定于10月15号哦，要举行这个啊。甚至要设教堂的公道，啊，请咱大家关心台岛吼，由上帝感动天下国民啊，投了反对票吼，啊，为了这边呢，洪泰受灾户甲伫屏东台东救援的志工甲教社刚刚台岛，啊，目前东部那边的救灾差不多一个段落了吼，啊，因为这边的迄个政府出动国军来协助，啊，所以呢，咱的教会啊，伫遐。啊，真侪志工吼，因就是协助了后，啊，拢已经处理好势，所以到这礼拜，哦，这礼拜啊，即救灾的工作啊，就是过一段落，哦，过一段落，啊，咱为着啊这边，敢那过一个洪台芙蓉吼，过来啊吼，啊，真担心啦吼，唔知佫扫你台湾来无？好不好？看伊路径应该是对咱的北部吼、哦，北部西去哩，不过这洪台足歹讲吼。这伊也无方向盘，也无罗盘哦，啊，都骨骨哦，啊，都看对一搭吼，啊，那较无动的就对遐行吼，啊，所以咱忙啊，求主怜悯啦吼，
台湾已经无法度搁再承受遮尼大个风台，已经今年已经来四个啊吼，拢足大足大个吼，所以啊，咱为着这个啊，咱三体祈祷啊，所有个差不多农作物吼，拢损伤哦，农民大概今年拢无收成啊吼，所以啊，咱为着这个国家，为着人民啊来祈祷啊，为着政府官员吼啊。那每一片风台啊，农作物受伤害，啊，我就想提供吼，阮的我的同事迄个什么曹启宏咧做做这个农业会主委吼，啊，启宏兄伊是县议会甲我同事，第二万年甲我同事，啊，伊即马去做了农委会的主委，啊，伊伫几冬前，伊家己伫哪边教会接受洗礼，吼，伊家己去啊去教会接受洗礼，所以。咱困觉地被甲伊三个地的，啊，是否伊有够遐个智慧啊来处理啊所有遮个农损吼？愿上帝帮助你啊！咱顶礼拜出席三十八人，奉献3600块啊，个人奉八名共15000块吼。即个咱啊来看啦，有出入吼，咱就通用标准路来捐钱吼。啊，另外第点奉献顶礼拜是啊陈碧霞姊妹吼。后礼拜的主礼啊，地牧师苏辉啊，请苗林长老读圣经。后礼拜请日孙，哎，日孙今天无来吼。我已经离开，所以知影了吼。伊知后礼拜伊读圣经吼，伊有摕着酒杯吧吼。哦啊，咱教台吼啊，请日孙甲李记者吼啊，咱看地牧师把拢来咧斗三工吼，今天足早就来吼，点半了，咱就请教大家拢伫遐咧啊。咱的货运车到，啊，我讲是，我坐对后边开车来，我讲我咱的到才过来来吼，我拢要到三更半物件吼，啊，真正是感谢上帝在咱的中间啊，真水的见证吼。那方面年会节啊，必加节吼，要请你准备啊，这礼拜是年会节，后礼拜啊，咱请美食节吼，非常的多的。所以咱来上映诗歌399首，愿上主大能来，平时煞请陈副主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所去到丰富的恩典，天父永恒的疼，圣灵深切感动，时时在恁心中，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止。阿弥，阿弥。